婆。我婆婆说现在冬天过了嘛，冬天的衣服便宜，她说来来捡便宜。好啊，对对对。那两个馒头一样。笨蛋，不搞啊，脏脏的啊。现在我们要回老家之前先把小大娘的预防针给打了，好久没有打预防针了。没好又打了两碗蛋，慢好好好好你吃完饭蛋蛋，我蛋蛋滚出来。你手镯漂亮吗？漂亮吗？妈我的妈给你拿。哇好香哦，两蛋我有两蛋啊。等一下嘛，肉要不要？谁哭了？你哭不哭？垃圾桶哪里？那里。你就要滚了，到哪了？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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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在五指毛桃根。这两天我们进城了，有村民送过来，然后我公公帮忙撑着，但是还没有处理好，现在要回来把它剪一下，把它剪一节一节，然后细的就捆起来，一把一把的。粗的就这样剪，找不完喽，天黑了。完了，天黑了。天黑要做饭呢。叫你午睡你不听，你现在又吵睡觉。做晚饭啦，我跟我婆婆
大显身手。他炒一个，我炒一个。我今天炒雪莲子，你看，黑妈妈的雪莲子，是用热水把它洗干净。这一定要用热水来洗，冷水洗干净了。先把雪莲子煮一下，把它多余的咸味给煮掉，然后煮一下它软一些。煮了六分钟，把它拿出来，切片，还有点烫，不要切太薄。你拿多少？它多少度呢？啊？哪度？哎，他妈管你多少度？好的，好的。切点大蒜，家里刚好还有一个青椒，切了，放点油，一点点水。烂的。我公公说我们先吃，小汤圆睡觉了，我们开吃吧。你没多少个尿骨头，来吃这个去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咸淡适中，嗯，那来来，我想先吃一道，把你捏。